开局就放大的植物也太厉害了吧。明明是开局就白给哦，趁着葫芦娃在睡觉，我们直接上海鸥，轻松拿下。老大，葫芦娃为什么要自己人打自己人？明明都没有僵尸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算了，还是先解决弹簧豆吧。刚好就是中间没砸掉。没办法，弹簧豆就是这么无解。还是上酒壶吧。加一加。老大，这是冰火两重天呢，又是辣椒投手，又是寒冰射手的。马上就不是了。最后就是我们熟悉的酒壶偷家了。老大，酒壶是不是走错路了？错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上吧，反正也没什么难度。溜了溜了，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。